Hello， 大家，我是玛利亚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视频是给你们推荐几样网红厨房的好物。那就像之前的视频一样，我会说一些它的好处跟坏处，都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。我们直接跳入主题。那我第一样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这个 Crate and Barrel 的 Cutting Board， 你可以看到它真的是非常大厚而且非常重，大概我站在这里面跟你们聊就是这个原因。那我想要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 of course 因为它是比较网红类型的嘛。那我当初买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好看，非常就是给我感觉非常厚实，就是一个非常 decorative 的一个物件。那使用程度呢，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好的，我妈妈也有用过，那再加上她平时也经常做饭嘛，所以她对于这个 cutting board 的评价还是不错的。他说其实还挺安静的。那我觉得唯一比较不是很 friendly 的呢，就是它真的是非常的厚重，就是我真的是挺难才能拿起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也会建议可能还是如果你的菜是非常湿，或者是肉啊或这些会吸进去的话呢，我觉得尽量还是大概可以拿湿布赶紧擦一下，避免它就是渗进去。还有一点就是它保养方面呢，可能会比其他的 cutting board 会比较麻烦一点。我买的就是这种 cutting board oil， 就直接在 Amazon 可能一个大概90块钱吧，然后可能你一年就 apply 个一两次就可以了。买回来的时候其实尽量就要赶紧涂，然后可能一层不够，大概要涂个两三层，它后面有说明会告诉你的。那我拿了几块胡萝卜，我准备给你们示范一下。然后刚好顺便呢，我下一个物件推荐的 material 的刀，但是我先来示范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cutting board 就是没什么声音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我要推荐的这个 material 的刀，真的是我想了它好久，因为我看了好多网红的那些 YouTuber 啊博主啊，他们都有购买这款刀。然后它就是非常极简风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吸铁石的，就是这个木头。然后这个刀就是任何刀，不一定是他家的刀， literally any 刀都可以吸上去。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款刀其实不是 material 他家的，然后也是可以轻而易举就吸上去。我买的不是它的 set， 我是分开买的，因为它当初是一个 set， 就是这个加一把刀，再加上小刀，还有一把类似这种切面包或 cheese 的刀吧。我当时就没有买，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了，所以我是分开买的。但是如果你们家里没有这种刀的话，我觉得买 set 还是不错的。我挑的是它深色的一个颜色，它有另外一个浅色的颜色，但是我想要配我这个 cutting board，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个深色的颜色。然后它的刀真的是巨快无比， oh my god， 真的是超级利。我觉得这款我非常推荐大家入，如果你们在考虑换刀的话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，对， Twinning 好像是，我忘记了，好像一个瑞士的一个国家的牌子。我家之前一直在用，或者说我妈妈一直在用，然后我们从来没有换过其他的刀。然后但是我就是把这个牌子那个刀给了我妈妈，所以我就没有刀了嘛。我妈妈也用了，然后她也说这个刀真的是特别好，所以就是完全不是说一个网红啊为了好看，这真的是非常的实用。然后价格的话，我就是到时候 screenshot 摆一下，你们大概可以看一下。它有不同的刀的颜色，我挑的就是黑色，我想说分开，就是生的就是黑色，然后熟食就是白色，然后什么水果刀。他家好像还有其他的颜色，我不太记得，好像是有个墨绿色，也挺好看的。当时我买，我有点想说，哎，怎么感觉好像只能摆四把刀，因为它 commercial 那个照片好像只摆了三还是四把刀。我想说如果我需要其他刀的话怎么办。然后我发现原来它后面也是可以吸的，所以就是完全不用担心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吸的非常的简单，所以其实我根本没有摆嘛，我一共就摆了五把刀。那我下一个东西要推荐呢，就是筷子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筷子，黑色的筷子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要求特别高，就是我找了很久很久，就是我一直想要那种比较日本风韩国风的那种筷子，就是想要找那种可能 either 是塑料，或者说因为我上次用过是木的筷子，但是我发现它很快就变
旧了，所以就是不是特别实用。这个筷子的话，我找到的就是给你们近拍一下。然后我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我想要黑色 ，which 满足了我的要求。还有一个条件就是，我希望前面是非常尖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是感觉非常日本，就像日本人他们吃寿司的时候呢，就是可以就这样子夹起来，就感觉哦好 fancy。所以就是。终于给我找到一款我特别满意的，就是在 Amazon 上面就可以找到非常满意的筷子，而且真的是非常轻。我觉得贵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不叫做贵，可能有点小偏贵。就是它五双的话是大概13块钱，12.99块。对，然后我一共就是买了它10双这样子，又轻又好用，然后 Amazon 就可以买到，所以就是很快就可以到货，所以非常推荐这个。说完筷子，当然必须要说一下西方的这些餐具，超级 fancy 的 utensil 吧。我家里其实一直都是用就是银色或 silver 的，因为就是比较 basic 嘛。但是 of course 我就是一个颜控，然后就肯定要网红嘛，所以呢我就是在 Crate and Barrel 终于找到了这款金色的 utensil。 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research， 他们都说其实金色是非常容易掉色的， which 我很 agree。 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金色的utensil， 因为我自己个人有点不敢用，然后他们说 maintain 起来是非常的累，就是你刚一吃完东西就要赶紧洗，不要让它泡在水里，这样子会就是让它会掉色。还有说他们说用金色器材的话不可以碰盐啊或一些可能调料的东西，所以也是要特别注意的。我买为什么呢？ Of course 就是还是因为真的是太美了，我做了好久的功课真的是，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的。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金色器材啊，上面要不然就是有很多花纹啊或什么，我就是想要极简风格的，就是非常简单。然后呢我又想要那种纯金色，而不是那种我也说不出来玫瑰金或者就是更深色一点。这个的金的话完全在我的审美观上面，所以呢也是 Crate and Barrel 有点贵，我不太记得。 Of course 我也是 again 会 attach 一个 screenshot 在这里面。对，它一共就是5个款式，刀，然后叉子，一个小的还有一个大的，然后勺子。对，我用的频率不是很多，我其实主要还是用我的银色的餐具比较多，因为 again 因为它的 maintain 真的是比较难一点，我基本上每次一用完我就要赶紧洗。那我平时上班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然后我会非常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我只吃就是比如说 yogurt 啊或者甜点的时候我才会用它，其他的像吃饭啊就是有盐的东西我都是暂时还不敢用。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可以放在那个 washing machine 里面，我永远都是就是手洗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每一次你洗完之后都要拿干布擦干，不要有让它有任何的水迹，这样子呢它也不会掉色的那么快，或甚至说不会掉。 so far 我现在已经买了差不多有2-3个月了吧，我觉得我还是挺注意的，就是基本上就是吃完一用完我就赶紧去洗。它是给你4种的，四个勺，所以呢它就是我会轮流用，不会说一直就是很执着只用一个，会有一点小帮助吧。所以如果你们对金色器材喜欢的朋友们呢，可以搜一下 Crate and Barrel 他家的。不过接下来呢就是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 Westelm 的盘子，但是 again 非常的重。我买了他家的黑色盘子，就是你可以看它是 matte 的这种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摆盘的话非常的真的很好看，洗的话也非常方便，一点也不那个不是说很难洗或什么。我买了一个黑色的，还买了一个它的白色的。很奇怪的是它这个白色的盘子比黑色要重很多，所以我反而更喜欢用
黑色的这个盘子，然后你可以就是看到，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是真的是一个 plate， 就是平的，比较西方一点的这种 plate。我们中国人都是吃，就是盘子都是比较深一点，可以放汁，所以呢，像这种的话可能不太适合说肉啊那些，我觉得不太方便摆在这里。但是菜啊，比如说早餐的话，就是用这个盘子还是挺方便的。然后他家还有其他颜色，比如说好像有蓝色，然后还有一个深灰色好像是，然后其实都好好看，然后我又是好纠结，最后还是买了一个 basic， 就是黑色跟白色。然后我觉得优点的话就是 of course 又是好看嘛，所以这才是叫网红的好物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它的缺点 of course 就是很重，一开始其实我刚一用的话其实不是特别适应，但是我用完之后呢，我发现其实就还好，因为主要就是好看嘛，吃饭的时候自己也会很开心啊，所以为什么不要呢？然后还有一个不好的或者你们要注意的一点，就是因为它是白色的，它这个也是算是 matte 吧，就是我是最近才发现的，就是如果你的食物或者说草莓或者 raspberry， 如果你放在上面吃完了，然后它汁在上面，如果你不赶紧洗的话呢，过了一会儿，然后你拿洗洁精洗，其实它的颜色居然会就是会渗在里面，所以你会看到就是那个色，就是红色，就是在上面。然后当时我还挺紧张，有点 freak out， 想说 Oh my god， 那我这个盘子不能要了。然后没想到就是我用了那个漂白水，其实你倒一丢丢漂白水，然后擦一擦，其实就可以完事。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段时间真的超级喜欢黑色，就是 matte 的那种，就是很高级的那种那种 style 吧。这个下一个我要推荐的呢，就是这个两个两个，它好像是单个卖或者是 set of four 卖，这个 matte bowl。 其实我当初刚搬家来的时候就已经买，我就觉得好高级，放一点水果什么，真的就是好高级，挤一点什么蜂蜜啊，好有，就是感觉你的 day start 的都好美好。对，这个就是在 Target 就可以买到了，非常，我记得还挺便宜的，又是 matte 的这种，然后就是超级可爱的一个小碗吧，可能你们之前在我的 vlog 或者说 what I eat in a day 的那个视频也有看到，就是你摆一点水果，然后摆点 yogurt 就已经高级感满满的。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了吧，或者说有什么好处坏处，就是非常好看。然后它是可以单个卖或者说 a set of four 卖这样子，然后它也有其他颜色，我记得它黑色是 matte， 然后其他的有白色，好像也有个军绿色，军绿色的那个好像是 matte 的，但是白色的那个就是平时的那种亮一点的质地，所以就感觉没有那么高级。对，但是你们可以 check it out， 就是他家这个好像一直没有断货，看每年我看他都有在卖，所以大家可以 check it out。 好开心好兴奋要跟你们推荐这个杯子，因为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，一共是有四个杯子这样子，然后排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它是 set of four 卖又是，然后它每一个杯子还是不太一样的，你们看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就是从低往高，非常非常的精致。这个是我在 Firm Living 买的，很贵，就是好像70-80，但是 again 就是很好看，你们之前应该也会有在我的 vlog 就是看到过。它真的就是倒上牛奶加点 latte， oh my god， 就是高级感爆满，真的是高级感爆分，应该是说他家的东西真的是蛮贵的。但是呢，我当时就觉得真的就是 Oh my god， 好好看，所以最终还是下单了。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还有四个款式嘛，就是从下面这里从低到高这样子。坏处我感觉我好像可以 list 几个，但是我先说好处吧。好处就是 again 还是非常的好看，然后第二它很轻很轻，然后当初我刚寄到我家，我刚收到的时候，我其实真的是 so close 我就要退掉，因为它这个价格首先是70-80块钱四个杯子，然后我想说 Oh my god are you serious， 就是我买了四个塑料嘛，然后其实不是，我查了一下它不是 plastic， 因为它实在是太轻，轻到我真的是自我怀疑，然后我发现原来它是手工的那种玻璃， that's why 是很薄很薄，非常轻，就是跟你外面看到的一般的杯子真的不一样，而且它的 detail 非常的
就是真的很精致。缺点的话，我想说的是有点难洗，就是你这个杯子也是，就是 literally 就是可能你刚一喝完，其实我建议还是会尽早用完就赶紧就洗。你放那里太久的话，它就是这个下面就是这里它会有就是那个残留物都会在这里面，然后就变得非常难洗，就是可能你要直接进手这样子洗就不是特别方便。再有就是 obviously 挺贵的，你想四个杯子要70-80块钱， Amazon 可能你70-80都要买了快上百的杯子，有点夸张了，可能能买个可能30-40个杯子，我70-80的这个价格我只买了四个杯子，但是 again 就是非常好看。还有一个缺点，我自己没有 test， 但是 based on 我的经验，就是这种杯子应该是不可以就是加热水的，这种 obviously 就只能就是可能你早上喝个 latte 啊，就是冰的牛奶，然后就是热的咖啡，我觉得这个还 OK。 OK， 下一个推荐的呢并不是那种很网红的，真的很实用好物推荐，大家肯定也经常见到过，就是这几个收纳盒，这个是在 Costco 就买到的，然后它的牌子就是 OXO， 当然我是建议大家在 Costco 或者应该就 Costco 买吧， Costco 会比较便宜一点。这就是它的收纳盒，它有不同的就是 types 或款式，就是有这种小小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款是我超级喜欢最实用的一款，感觉什么都能搁，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细长型的，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，你也看到我没有怎么装，就是感觉装不了什么东西，主要就是面条吧，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面条。这个就是长型的，跟它的高度是一模一样，但是它就是会更宽一点，就是你摆的东西可以更多一点。如果你就是喜欢简约风啊，或喜欢很 organized 的话，也是挺推荐，因为主要它是白色，然后又是统一系列，然后又可以装很多东西，比如说这个给你们示范一下，就是你就是按上面然后就打开就可以了，你把可能吃的呀什么就这种粮食啊面条啊放进去，放在柜子里面就非常的方便。然后我还放了麦片，我把我的那个 green tea powder 也放在里面，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有强迫症的话，非常推荐你们买，因为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很 random 的包装剪掉，然后你就可以摆在里面，就是你一打开柜子就是哇 oh my god 都是好干净好整齐的感觉。给你们推荐的就是这种 mason jar， 超级可爱，这个是我在 amazon 买到的，很喜欢，就是把所有东西真的就是收的特别特别干净，希望就是大家都放在同一个 container 里面，就会让我非常舒服。我觉得这种小小的这种 mason jar 还挺适合，就是如果你要放在抽屉里啊，因为你抽屉会比较那个高度比较矮一点嘛，所以这个高度是非常好的。我放一些什么呢，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放了一些皮筋在里面，类似皮筋这种绑的东西，夹子啊，你看啊，我上面就是那个盖子我自己给拆掉了，它是因为为什么呢，其实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，就是它的盖子这里是分开的，但是你打开之后就是你看它这个东西跟这个扭的这个是不是连体的，是分开的，然后你就想赶紧拿拉开抽屉赶紧拿，就是我这个盖子我就没拿，我就拿走了，所以就是很方便，就可以一下子就拿出来我想要的这些小夹子。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神器，我不太记得它叫什么了， OK， 它叫做 wallpaper kitchen oil proof 还有 waterproof 的一个这种贴纸吧，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看到没有，就是它是亮亮的，然后它就是你把它撕开，它就是一个胶纸，然后你直接就可以贴在就是我厨房那里，做饭都很油很油嘛。然后呢，尤其我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可能就会 make sense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做饭这里面，炉台这里面，这儿它的墙这里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其实它是有很多的缝隙，但是我现在是贴上了，所以你已经看，就是 that's why 就是亮亮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这里就是有很多的缝隙，所以就是如果你炒菜做饭的话真的就是非常难清洁。然后呢，我妈妈当时就推荐我说，哎，你可以上网找一下有没有类似这种 oil proof 的这种 wallpaper， 你贴上去这样子就清洁上来就超级方便，做饭的朋友们真的就是来吧，
买吧，就在 Amazon 超级便宜，就太值了。你看我贴，而且它是胶纸，就很方便，直接就贴上去。然后我每天就是喷一点409去油的那种清洁剂，然后我擦一下就是 amazing。所以我只是贴了这一点点，就这里下面就到那里就可以了。下一个给你们推荐呢，我还是要站着说，或者说我要走着跟你们说，因为我没有那个东西，我发现因为我好像全给用了。这个就是给你们推荐的 Costco 或 whatever， 就是好像 Amazon 啊Target 好像都有，它叫做那种 shelf protector or shelf liner， kitchen shelf liner， 你就是把它剪成块or whatever， 就是你 shelf 的那个尺寸。然后呢就是真的就是可以防油，看到没有，我这里推荐的就是这个东西，然后你们直接搜 kitchen shelf liner 就可以了。它不是胶质的，你可以看它就是滑溜溜的，但是它上面这里是有 texture 的，就是可以防滑的。然后它防滑，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是浅色白色的柜子，所以我不想要就是它下面全都弄脏，到时候你清洁起来就是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就是 that's why 我铺了这个。 OK， 好啦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这期视频呢也对你们有一点帮助。这些东西也是我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。那喜欢这支视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点赞然后留言，好吧，那就这样子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